今天的活动就是要感谢各位平时的热心公益，然后特别利用今天的活动，我们将要邀请院长，谢谢。好，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礁溪乡张永德张乡长，谢谢。我们也感谢壮围乡沈清生沈乡长亲临，谢谢。表扬的GEU 资深的所有调解人员。首先非常感谢所有的调解人员，谢谢你们的付出奉献，用了爱心、耐心、恒心、信心的这个观察入围，让我们需要我们帮忙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能够呢营造双赢、三赢哈，进步赢啊，咱的百姓赢，咱调解会满赢，我们希望呢能够呢付出奉献到宜兰县，因为有你们感到非常的光荣。同时也感谢我们所有的调解人员，大家呢，历史龙工商无闲，但是呢，还是抽时间来做点小回公益，这种爱感谢的所在。欧乐，谢谢各位调解委员，谢谢你们的付出奉献，一起努力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感谢大家，宜兰县一旦成为全国最幸福指数排第三名来的，这种都是恁的功劳。你八十六年开始，你阿叫我就拢唔捌发现，我拢有来参加。这就是你的代表一个品牌，咱的品牌就是啥？宜山乡大小人有啥物代志，有纠纷，人就较紧来找到伊啊。是我伫了解当中，真侪保险公司拢甲我配合，甲我斗下手，包括有当时金额种种会当解决，真侪保险公司讲啊，分意愿哦，这个就较侪出来讲哦，咱就会斗下手一下。所以讲，这一单讲，买感谢在保险公司平常对用业照顾，而且买个一寡保险公司好朋友会多谢吼。谢谢市长，市长请坐。啊，心情是爱派的，爱派时阵哦，咱就爱去向准，安尼慢慢咱再讲，慢慢咱用，用较好势好势吼。所以讲，这吼具备吼比考试更加困难吼的一个条件。大家拢有具备一款的条件，加一个涵养吼，一定用上专业的、上有涵养的吼，上有忍耐性来解决这个代志吼，让百姓会当讲吼，伊若调解好了就足欢喜的啦吼，调解无好就是安尼吼，哇，咱要批评叫大细声的吼，所以讲伫遮特别感谢每一个人，伊伫这个条件来帮忙伊来做政府的吼，我们是劳工志愿服务协会吼，劳资纠纷的前的理事长，正嘛做上有干事吼。替这劳工朋友解决一件代志，爱感谢宜兰县政府吼，对劳工这方面的一个帮忙吼，大家吼帮忙地检署处理了很多的那个诉讼案件，让那个社会更和谐吼。下一届的那个调解各乡镇调解会的委员，那个委员会都已经在这个月的16号，我们已经跟法院联合开会。能够审查完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各乡镇的调解委员哈，他应该已经到县政府来核备。那有些是新的那个委员，那个我们资深的比较有经验的，原来的委员大家不要吝啬，做一下经验传承，把那个新加入的把你们的经验传授给他，继续发挥我们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调解绩效让我们。这个宜兰县在林县长的领导下，这个社会过得更，这个快乐啊！谢谢大家。我跟大家一样高兴哦，来到县政府这个地方，最主要是我们宜兰县，我们办理111年度，我们所有的GEU以及资深调解人员的一个表扬的一个大会。那我首先。要恭喜我们在座12乡镇，还有各机关受奖的所有的在座的一个人员那同时我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受奖人员，在我们每个乡镇各阶层非常负责的认真那对于我们乡亲所有的调解义务，非常的。尽心尽力的帮忙好，谢谢，好，来，张组长，好，请现场面主席，请前方镜头，吴聪德委员，好，请吴聪德委员，
谢市长林春辉委员，谢谢。好，请看前方镜头。谢谢，恭喜尤瑞仁主席。谢谢，恭喜朱。谢谢。陈俊杰先生也是总统奖三十年以上的哈，来靠他前方。内政部长奖，谢谢陈汉忠副议长。好，难得，现场奖的机关代表。